大家好，我是小云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无糖版本的奶香小米布丁，适合八个月以上的宝宝和大人食用。首先准备30克小米，清洗干净，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烧开，煮至浓稠，放凉备用。放凉之后的小米都粘在一起啦，再把它放入料理机中，然后加入120克牛奶，打成小米糊，再倒入大碗中，之后再打入一颗鸡蛋，搅拌均匀。像这种状态就可以啦。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香蕉，切成小块，放入蒸碗的底部铺平，再倒入打好的小米糊，最后再震出气泡，盖上耐高温保鲜膜，再扎几个眼儿排气。开水上锅蒸，中小火蒸20分钟，关火再焖3分钟。这样我们的奶香小米布丁就蒸好啦，然后撕掉保鲜膜，再放上爱吃的水果，这样蒸的奶香小布丁特别的滑嫩，入口即化。除了补充蛋白质，还能补钙补能量，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。